什么初一生了，现今天已经初七了，六天了，生下来六天了，身上的毛毛都长出来了。猫妈妈尽心尽责，每天都在为小猫们做卫生，每天都舔它们。看这些小宝宝，好幸福啊！漂亮的猫妈妈，不嫌脏，不嫌累。第七天的猫宝宝们就是这个样子的。